有没有？又回到鼠年，你知道的。没有老鼠啊，有松鼠。什么东西老？哎、欸，这不是我讲的哈。别去跳了，对。一直想跟我玩是不是？来来来来，跟你讲，我现在酒气上来了。酒你妹啊！就跟你说，开开成不要喝什么酒哈。三个德工厂，新的哎、欸。德工厂那三个没有最旧的。老板你在干嘛、啊？他拿下面。不是啊，德工厂真的没看过，而且你说旧的话，那应该是熔炼厂吧？老板要毁掉那个路啊！德工厂是旧的、啊，电梯的那个、啊。电梯。旧的、啊。夜店厂啊，你说是。不是，夜店厂是那个。老板真的是要发这个，这个是电梯。他等下自己上不去啊。对啊，老板，你这样子自己上不去。没关系。又是核工廠，也是核工厂。是怎样？是只有我没有核工，是只有我有核工厂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现在全部人都没，我们都没看过核工厂啊。对，不是啊，不是新的啊，第十四关。是啊。那不然你说的核工厂已经几年了嘛？我不晓得，反正我开始玩的时候就。啊！哎、欸，可恶！然后到了，然后哎、欸，我死后是不是？等死后。等到。这反了吧，老板？反了啦！这不是我猜的吧？刚刚。卷毛，嗨。你要玩这么大吗？啊，是，老，两个正经的，两个正经，这样我们就互不相欠了，怎么样？来玩刺激的吧。哎、欸，不是我按的，老板，刚刚不是我弄你的好吗？令子，你看、哦、这两个人一人一个。连续两次都 double kill 了，这样、欸、怎么又是我、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认真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这场的话就干脆直接全都放圣体好了，然后看你们在那边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杀戮啊！感觉要先下去啊，这一定要先下去。哇塞，来，不是我理想的，不是我理想的那个位置，都可以了。哦，我这里最大那个是可以移动的。你忘记那个会动了哈？忘记了啊！不，哇，不行 啊！只能说这个 timing 太刚好了。哇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真的觉得，老板赢了，老板已经，对啊，我真的觉得老板放那个曲棍球根本就是，啊，那曲棍球就是你到了之后可以笑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刚一瞬间好像看到老板死掉，然后又在那边跳舞。我现在看老板是直接在电梯下来，这 bug。现在就往上冲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、应该不会死了。楼梯可以爬吗？那个左边的，可以啊。但是不行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我感觉只是报警啊。对，那只是报警。哎哎哎哎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我帮你遮挡。吓到！干，帮你遮挡了，我操你！
左边是可以爬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等爬看看。还真的可以爬。哦，可是原来是墙壁哦。我一路一节一节这样跳上去，结果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他跳旁边，真的是造景哎。还好了，没有放最过分的。如果你要说什么是最过分的话，等一下出现的话再跟你讲。对了，我又忘记，哎，刚我怎么死了？啊！老板，你干嘛？有路可以走，他们说你要在那边发呆，你是想嘲讽吗？太可怕了！肯定已经没路了吧？等一下，绝对要死了，已经没路了，绝对要死了，没路了吧？拜拜！啊！等一下，死了啦，飞机哦，没路了啦，像是搞用迷宫一样。有路，我都上去了，我是被奴射死的。你这个就这样下去，大概就真的没路了。这个就不至于，这个反而有机会开路。麻烦了，哎呦，再开路啊，白痴！爸，再开路啊，冰鸟，不是白痴，想错了，再开路啊，冰鸟。这到底什么鸟东西啊？冰鸟了，不是白痴啊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我真的终于有种我们在玩那种小朋友上楼梯的感觉了、下楼梯。你现在这个是上楼梯，平常下去堵路没路了啦。你这个堵没路了啦，堵路了，管他啦！啊！太扯了！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难掉呢？难掉呢？超快速旋转的东西是怎样啊？哦，李智完全被当棒球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核工厂这一段可以全部都精华、欸。没有啊，就真的赌了、啊。没有啊，全赌啊，没有全赌啊，没有全赌啊，真的，你看没有全赌啊，就是，你看他走直接上来哇，老板就上去了、啊。有全赌吗？没有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在全赌啊，冰鸟。对不起，我的滑鼠往右边撇了一下。往右边撇了是怎样？这个等一下，这个走不掉了吧？我觉得走不掉了，完全很危险哦。哎，走不掉了吧？走啊，左一格就出不去了，左一格就不，左右一格就说不去了，我讲错。看起来像是五线谱里面回复记号那个是怎样啊？啊！我中刚好。哎呦！我靠！老板要过。我很好奇，我还是很好奇他到底怎么出来。右边，啊、右边有一个是空格，他可以出来。老板真的是钻洞高手哎、欸，烧鸡小鸡，这要选吗？全部都是不用说了，这要选吗？全部跳板就差不多了。问题是这种跳板很危险的跳板，对，这个跳板很危险哦。喂，我过来了。你自己的老大可恶！不行，这个跳板超危险的啦，而且他们开关的时机还完全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一抓到时机就直接拜拜了。真的？啊！哦，过不去，对不起，过不去，我就是来的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！哦，有了，六，绵羊的，绵羊的派对猫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玩，怎么办？
哦，去不理他去。人刀，一直是前方，前方一波，这前方一波。可是要上去很难，这边上得去，但是很难，你要抓时机。啊，这还好，还好，刚刚比较靠左。可是重点是你上了气，好。你可以直接过去啊，为什么要这边等？你刚可以过去，为什么你要在那边等？哎、欸，跟你讲，在别人开门之前，你进去是没礼貌的。他是开门给你的、啊，你是关门的时候进去的，梁先生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哎，你是过了。只能说 lucky。老板也是哎、欸，就是门开着的时候不过去。门开着的时候不过去，硬要等门关上才过。跳二跳再跳三跳，哎呦哎，等等等等，有点。很简单。哎，你看我两只脚站在两个空档。你是过了。他也来唱啥的，我不懂。好快，好快那个。快疯了。这到底什么鬼啊？快疯了。